After 几个钟 ，after 16 hours， finally we reach Korea Incheon Airport. 小度 Have to take another 5 hours bus to the hotel. Good luck to us. 加油！健康状态备询表和特别检疫申报书提交给。比赛距离还有比赛。还有几天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练球啦，去适应场地。然后去练球之前，我们先下去酒店吃一个早餐，吃一个发财早餐。发财早餐，终于可以吃到 Asian 的早餐，不用再吃面包。我们已经吃了3个星期到1个月的面包，每天早餐。到了早餐的地方，这个最开心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有包熟罢了，吃包熟的意思。你慢慢拿，去看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鲍鱼。这是 French toast。那天过最开心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妈的早餐啊，有点饭，看看有什么不同。错，蘑菇思密达。比赛场地。去哪里？去买东西。在韩国。嗯哼，我们去便利店买东西。对，带大家去看一下韩国的便利店到底有几特别。Let's go。我们到了这个韩国的便利店。是文具，还有它的卫生纸这些多种。这是放什么狗啦？狗狗狗的零食。狗狗的零食都这样多种。狗狗们的主人得空就来韩国一下，各种各样。得空就来韩国一下。OK， 那我们买了这种回去 try。Let's go。话不多说，马上来试一下这个。喜多贝雷，讲大力的。哦，好硬。应该是要等它融一点点先啊。里面是 ice cream 吗？嗯。好吃吗？有点硬。你要等它融一点先。等下龙，我试一下这个芒果的芒果口味，哦，这个是很硬，应该上龙啊，咬不到，不用硬，我们等2分钟啊。A few minutes later. Okay, everyone, 2分钟已经过了，试一下这个。芒果的，还是很硬，还是很硬，然后它没有成了 ice cream，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芒果的字，这样，所以很有芒果的味道。
所以在韩国一定要去吃韩国烧烤，所以明天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韩国烧烤。 The next day 又是烧烤的一天了。每天吃烧烤的，吃了两个星期哦，我的肉要跑出来了，我的这个肉要跑出来了。好多种肉，你看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有猪颈肉、三层肉，诶，那个是叫什么肉片？这是猪皮，诶，有腌了的肉。然后这一个是白萝卜，腌了的白萝卜是配跟肉一起吃的。来韩国一定要吃烧烤啊！这个最开心了，吃烧烤。用这个切。刚刚好切到那个，看到三角形了。切给向你开球让我滑，你切给我一点啊！我看吃不消哎。在起飞回马来西亚的最后一餐还是韩国餐，对，马上就要回去哦，期待期待期待什么？马来西亚的食物 Indomie Burger 我的家那里来这个妈要吃饭。Welcome back, Malaysia. Yeah. I wanna share a stereo. I wanna stop and stare at you. But last night I blew my car speakers.